身份登板投了一局一 K 没有失分，林哲轩点下去，王维忠接到之后传一垒，形成了一出局。我一开始还是想要用这个突袭，左打是一成五六，走外侧的变化球，叶祖轩站着不动，遭到了王维忠的三振。哇，在这个满球数的情况下，来一个走后门的一个滑球哈、哦嗯，哇，这个滑球一开始距离这个打者的这个视线比较远哈、哦，最后拐进好球带啊、哦。这球投了非常，范国成生涯面对王维忠打击率是一成八二，回棒落空，速球141公里，在一局上半，王维忠送了两 K， 而且也出三上三下。